就准备出站了，准备出站了。刚才接了点水，现在准备出站。我看看这需要这次地铁花多少钱，看看需要多少钱，估计可能大约7美元左右吧，7.25，几块2.5，也行，就是比较方便嘛，这样。这还是比较方便的，地铁还是最快的，能够用最快的速度到达你想要去的地点附近啊。看这边远处的山，云雾缭绕啊，这边的街道感觉很干净，街道感觉很干净。Elevator to street， 就不坐这个 elevator 了，这个电梯啊。Street 是街道，通往街道的电梯，坐滚梯吧，感觉一下。它这边没有那种可以去直接取票的吗？没有吗？我记得以前好像是，有那种在地铁出口那块儿有那种可以换乘的，这边好像没有。这边好像没有，好像是没有，没有没有。看这边圆顶设计还挺不错的。哎，我刚才也没有看到啊，刚才没看到啊，我再上去看一下。因为它有的地铁出站口呢是有那种可以直接自动取票的，这块好像没有。好了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再见。我要再坐公交车，找公交车啊，这边有接驳的公交车啊，再见。